在此呢，作为主办方张家界市政府和天尊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台好的航空大戏，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们也可能给他一个起身的啊、哦，出来了，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杰夫·克里斯第二次挑战开始了，比较平稳，现在比较平稳，他正在以比较完美的出现了一个原始的这个起跳的姿态，然后正在向下飞行，快速的以比三的这个速度，哇，穿啊！所有的人跟他一起待在一起已经几天的人啊，谢谢谢谢啊，在过冬的瞬间啊，他不是沿着这个洞口的上端，而几乎是贴着天梯的位置向前飞翔。哇，他实现了，很激动。他这南部，这就是南门，天门南门，现在他进去了。这是挂在他腹部的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，他穿洞了，穿洞了。哎，它的正前方就是主峰向右拐出来的余脉，这座小山包挡住了它的去路，它必须向右调整。转杰克里斯，他终于穿了当中，杰克里斯非常精准的穿针引线一般穿过了山，穿过了一个巨大的，终于以自己非常完美的姿态，第二次成功的穿越了天门洞，应该说这是人类历史。我们说啊，翼装飞行者超凡脱俗，倜傥无比，不愧为人类的天之骄子啊！啊，是这样。刚才我们为他揪心揪肺的半天了，终于看他最成功了。真的，你看他落地了。Ah, spectacular! Tha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wingsuit flights of my entire life. Thank you, China. That was amazing. I love it.